Good morning, Jesus！耶稣教早，兄弟姊妹，大家嘛搞早。下早起，和咱三个做来看《撒母耳记下》卷十七章十四节。阿撒利王甲以色列众人讲，阿基西人何衰的计谋比阿西多夫的计谋更加好。这拢是因为亚华定义迫害阿西多夫的良谋，为着要降祸给亚撒龙。对着阿西多夫来看，时机是相重要。要都要代笔，都爱紧紧行动，所以他要求着阿撒龙，趁着代笔，你亚神的过程的中间，啊，搁你多人的内面，会当准伊带军去追杀着代笔，和代笔无准备好势，然后将代笔带登来阿撒龙的面前。但是无想到，阿撒龙伊想讲，我嘛要听看何衰的意见。何衰伊就建议阿撒龙，就召集所有以色列人，对啊，和阿撒龙家己亲自来带领上战场。这个时阵，就对准了阿撒龙伊的骄傲甲虚荣心啊。所以你只要咱会当看见两个计谋，都一个是好呢，唔免想，咱来用人的判断来算，就知道其实阿西多夫的计谋更加好。如果阿撒龙若听从阿西多夫的计谋时阵，代笔早就去用掠回来，甚至被杀。但是阿撒龙真信任甲尊敬阿西多夫，一向伊也听伊的话。但故在这个所在，咱就看见为什么伊会下记着伊的计谋呢？而且咱看见着圣经甲咱讲，因为亚华定义迫害阿西多夫的良谋。无论人安怎咧证明，上帝拢会当破坏着伊的计谋，唔免惊别人来害你。上重要的是你的内心的中间爱信靠上帝，并且相信有上帝。无有上帝的人，啥物拢惊，有啊惊，无啊惊。但是有上帝同在，你就唔免惊人用啥物款的心机来对付你，因为一切拢掌握在上帝的手中。只有上帝会定着，永远立定。人讲的无得算，所以咱需要来到上帝面前，学习知影一切拢主在掌管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你愿意吗？咱来祈祷。特别，阮的主，阮的上帝来到你的面前，恳求你，和阮定睛于你。是人的计谋真多，但是拢无得到你的丢失，都和阮相信你的带领，定睛追求你的旨意，恳求你啊，祝福、祝福，和阮新的一日，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愿上帝赐福你，加你的一家。